色地少，闪烁的灯，彩色的面，偌多人为生活无眠地走走。头前有路，看无前途，有啥人来体谅？追求梦想，受尽风霜的疲劳。在是一首迷月头歌，过去放好袂记，今摆又开始。目屎干着一起去撇破感情，嘛是会笑着一条光明的路。新的一天，我有新的物件，接受新的挑战，我会勇敢活嘞，用上精彩的人生，把你的魂当作活落去。虽然说你介意阿芳姨哦，那有啦，我那有你介意啦？唔系假啊，都阿个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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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而且你阿看相片，金明光咧嘴笑不笑的，就难看者。你是谁有钱我？啊？哎，不，你忙啊？你也办花花？花花，系啊系啊，就是花花当家迄个花花，伊是阮亲呢，是阮某因大嫂的妈妈呢。真是嘞，哎呦，那才拄好啦。以前哦，伊常咧哦主持咧购物台啦，大家看咧，啊，不过以后别人我拢无咧看。那个别人就是阮微微啦，跟你相处一天啊，拢无认出来，真正是哦，情人眼里敢若看着对方。这个追完结啊，竟然该有情花，这点我会当好好利用。文叔，你怎有眼光呢？阮咧钱哦，我老主家咧，手落在一堆啦，啊，日本料理有大个呢。以前哦，也说争气，从外口袂说咧，四十通货姑娘啊，哇，这人怕伊个，伊对佮只哦，为台湾头摆个台湾尾去啊。这点我嘛有想过啦，啊，像伊花花伊也是做安活泼，不水的无，我相信讲有真侪人咧改。哦，其实你嘛免遮尔实际个对吧？你若真正要怕人哦，你哪会当住伫这深山哪来啊？你就要搬到你市区啊，才会当逐天去见面啊。啊，你透早的时阵哦，做去跳舞，
中到的时阵做会运动，暗时的时阵做会去才艺班上才艺啊。李潇，我跟你讲，我那钱嘛也行踪，我清清楚楚。你若真正要拍戏，我给你倒上。啊，不过我嘛唔知伊到底对我安怎，我想也是，卖干过我就好啦。无啦，你哪会当看清你家己的？你看卖呢，一表人才，风度翩翩的。那在阮那钱所有追求者内底哦，我想你算是素质上高的。你若主动出击，好，机会百分之百。请啊，志远，我听讲你来这做第二天，有影哦。是讲来这有没关系？关系当然有关系，这空气好，而且大家要把我当作家己人，气氛好啦。还是讲请，你今日来是找朋友？无啦，我来这试大，啊，若是感觉袂歹吼，就会咧签约带落来啊。三，有钱我要走来这大。我才想尽办法要把他赶走，那一个都没减，现在还加一个要来住。好啊，你真是要住这儿？只有讲啦，还没完定的啦。我是想讲哦，有一挂朋友在这，啊，拄阿芳甲我讲，啊，这环境袂歹，啊，拄我看过嘛，感觉袂歹啊，想讲先来试住看卖啊，啊，总嘛是爱替家己以后做打算，对吧？对。陈叔。阿芳姨，我有淡薄话要跟秦妈讲，等一下我就带伊回来。秦，做一波讲话好不好？我等一下再回来陪恁开讲。来。什么代志啊？秦妈，你先做，要走来吃大，啊，咱家两个个大叔对你就好啊。你是不是出什么问题？无啊，哪有啥问题？啊，我唔是甲你讲过，我是来遮试大个啊！啊，而且吼，咱讲一定爱靠囝儿时势，才有法度生存。即个时代无同款啊，伊囝儿时势拢大汉啊，有因的生活啊。啊，咱老大人吼，嘛爱有咱家己的生活方式啊。你看，啊，而且吼，甲一挂老朋友住做伙，啊，你看我尔啊轻松嘞啊！啊，唔免替人顾囝啊，唔免拼厝内，啊，若欢喜时阵吼，等于甲孙仔有耍耍个啊。那卖常常做伙吼，较袂有摩擦，安尼感情会较好。真看会开哦。那你输业咧，你即摆夸夸当枪，当红当枪咧，有无？你家这么棒诶，你做来遮大，你根本唔敢。即摆讲着重点啊，我拄仔毋是甲你讲，我是来试大个啊。你敢知啊？这个安养院吼，是议会内底几下议员大家合搞的啊！啊，创办人就是蔡清溪啊！你敢知啊？伊对这吼，我尔用心的，系我尔在心下入去的。啊，啥唔知啊？即马政府单位哦，要甲这变更地目啊！啊，遐股东哦，想讲甲这地卖掉，伊就通赚足侪钱的啊！啊，我方便才拜托我来这斗三工，甲这顾好掉，唔通互这卖互人去，啊，无遐老岁仔人是袂安怎？所以哦，我唔只来这试大，为着吼，就是要甲这顾掉，遐股东吼嘛卖袂出去。本来这有钱花是蔡钱去派来针对朱辉罗，这真老干啊，无伫议会，佫会当继续打，这真正是酒肆冤家吗？可怜丁世人是红阿婆。那些玩笑阿袂输。安尼你有了解无？啊！啊！既然吼，你才做工课完，你哪你甲我斗相共？啊！甲遮个老人吼顾着，叫伊莫搬走，啊！听无？啊！我另外甲阮老朋友开讲哈。这个误会都无法度解决啦。即马我加一个一支水火累累有钱花。我都解决，可是我伊真正是针对我，哪有困难多？我是增加过百倍，我又是犯错了。就看阿姨，来，行过来，去看卖嘞。
夸张啊！跟不跟真正好食？真正的喏，我哪有可能的？不信你吃看看。他是袂歹食。妈，你伫家做药啊吼？我有替你准备便当，你先吃。楼下。你是安怎？老师，我唔好啊！你是我替我妈准备的便当，她一直想要吐。不要紧啦，我拄只可能偏受冻的你，唔再想要吐，我再行行来偷食开就好啊。阿公妈，你啥物拢无食，身体袂堪呢？我只要无胃口，食袂落，等下食两块。对啦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查某囝，伊叫朱雨禾。雨禾，这位是我的头家，伊边仔这位是李阿姨医生。头家你好，阿姨医生你好，你好。雨禾，你嘛习惯你电视台上班啊，我陪你行来。就腰了呢，你要准备为我下厨喽。好了，行。主要高鲜的食物啦，所以我有煮几样青菜啦，搁有这杂粮饭。而且你唔免担心，我吼这口味有煮较正的啦，孕吐的情形应该会改善。这些菜拢是你煮的啊？对啊，我手路搁袂歹哦，试看麦，紧食啦，我无想要互我的客家枵着。是啊，彩燕姐。听医生的话，还赶紧吃饭，孕妇不可以营养不良哦。到底是不是煮我吃，还是彩燕姐吃？
是要做我吃的，你彩燕姐吃的。哦，拢不是呢，我做我客家吃的啦。好啊啦，你差半工进去吃，我先给你打一个电话，处理一挂代志哈。哎，彩燕，我去处理一挂代志，你稍等一下。我伫咧想讲，上个客厅准备的菜拢唔是我家己食的，原来是因为你孕吐，所以准备的菜哦，都是适合孕妇吃的，都比较清淡哦。歹势啦，其实也当卖怪我诶。不要紧啦，是客厅，就是一个就要替人设想，真大些的查甫人，我唔得叫你介意。嘉欣，你真正真大心。客桥已经叫是结晶后的查甫人，哎呀，别害怕爸了，那是当然啊。拜托的吕安爷，你嘛较羞辱的，唔免老将我互人探听啊。我无差，你伫我长期饭票已经找着啊。你的长期饭票？你长期饭票伫底啊？就是你啊，这很假的。你卖个乱话啦，而且吼，你卖个死给我别讲啊，到时阵无人来抓你哦。袂要紧啊。我就是想要创啥就要创啥，这样才像我吕安雅嘛。还是你家喜欢的娇柔造作的女吗？哦，你讲的拢对，你讲的拢对哈。我已经亲身煮物件给你吃，嘛给你吃饱，你起码会当乖乖回去厝的保平姐哦。没问题啦，这过来吃饱就是要去山顶。喝茶看风景，解解油腻，有益身体健康。真正袂说地下钱庄的哦，欠你安怎害咱害袂清啦？啊，当然不是讲我煮物件就会使啊。我本来食饱就是去山顶行行，才能帮助消化嘛。啊，不过等一下山顶行行了后，你一定阁讲要去对啊，你唔肯乖乖转去啦。想叫伊拄只大细些。我软硬兼施一下做物件好不好？我才厌食，我马上化身煮出大米饭。那男是因为伊有心啊，我真正要食醋哎。你哪会这么无聊啊？食什么醋啊？所以严格说起来啊，今仔日这顿饭只能算一半的报恩。你有看到什么？我问你什么呀？嗯，老公，你这报恩哦，你今仔日无去。你平常嘛是爱去玩，哼！你这么好省哦，无去做会计师，真正是无彩啊！好啦，算我输啊，行啦。老公，其实我感觉你对人家足好诶，嘛足体贴诶。啊，你那对彩燕姐姐袂好，都有什么原因啊？你有感觉我对伊特别好？是啊。对人好是好大事，啊！我平常时跟你讲我的家常，是跟你开玩笑的啦。老公，我先挂灯去病院有重要的代志，请天先放你嘛。啊，你欠我一半温情哦，你干嘛现在去啊？好了，拜拜。千花阿姨嘛要来遮住，之前伊就常常来看咱。这段时间住伫遮，大家就都较闹热啦。我跟你讲，你蔡方平哦，还没有千花哦，你到三更。
你咪知影，伊这人活歹溜溜，就继续爱听讲。无啦，我唔是找到借口要跟你起价，蔡千佳就出手啊，我哪会知宋万林啊？哦，我看苏万顺，我赶紧想办法，或者有情况搬出去，好吧？这困难度那用钱还管呀？早哪知影就歪吃，啊，刷刷去。他往天个，无生那样个，该有钱花来变。啊，你知影自己吃不完。没啦，班长来啊，班长啊，啊，阮今仔日吼，甲钱花办欢迎晚会啦。啊，你嘛吼，你嘛来表演，甲你上厉害的魔术表演给大家看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对啊。好好好好好。嗯，啊，你这要做班长哦。阮班长哦，虽然有较含慢啊。不过哦，伊对阮是真认真的啦，伊嘛教我写字。啊，班长，你哦是我家己跑的，是哪坐啦？你来看麦。多谢你，多谢你。班长啊！你来创啥？你是到后面打疼死哦？像我带你，后面都带五个囡仔同款的。办案会啊！办什么暗会啦？办什么暗会啦？哎，阿你不是讲你住遮快死惯死啊？啊，人要办暗会尔，你就去现代。啊，无主要是咧安那？我听阵讲无，你是安那会向红转型啦？啊，本来较早吼拢安尼小摊啊偷食波，即卖遐尔啊定着来遮咧照顾偌多人。对。我胸胸疼着，所以佮加上昨暗要困无好，真忝啊！一时无得控制家己情绪，我也会注意。嗯，王伯，没事啦。阿王姨，没事。你当作我头一天熟识你啊？这些老大人吼，大家拢是会记的啦。啊，你阮倒是吼来照顾，因想看有啥物好处通啊摕。啊，即马知影讲我来啊，无好康的通摕，所以就性地牙起来，骨卡收出来。我是讲啥啦？我袂当使一个性地哦。啊，你诶，你家己嘛是有目的带来遮，你有啥物资格讲？啊，我有承认讲吼，我来遮是有目的诶啦。我有甲珊珊讲过啊，我来遮吼是要为着大家，甲这个家顾好掉。我知影，你收到朱慧茹的好处，要叫大家紧搬走，啊，才让他结束营业，安尼因就免赔钱啊，对不？你是后面讲啥啦？我跟朱慧茹，你咪讲生笑，无你讲我跟朱慧茹安怎啊？国计，我跟因大家拢开讲过啊啦，你那边叫水源啊，甲菜园啊交别人去还咯。刷来去，你可以叫阿芳、甲碧霞姐啊，带去市区住。讲什么哦，交通比较方便哦。啊，你本来哦，就是无想要让因住伫遮啦。而且哦，珊珊有甲我讲啊，讲朱慧茹要来过，我甲你所有代志拢连连起来，我就知影哦，你无好心，就是要叫因搬走。无怪哦，这两天你拢伫老大人身躯边对进对哦，搁带因去抓虾啊，抓鱼。原来是要找机会跟他洗脑。无你两个即摆是安那编故事哦？我带大家出去耍，恁讲我有目的。啊，朱慧茹出现伫遮，你又讲我甲伊交结，真正是莫名其妙呢。嘿呐，较早我啦，脚步打叉啦。啊，敢讲着因为呢，我都袂当得到大家原谅。好啊，即摆你大家无要相信我。哥哥啊，我包括看看我走嘛，莫继续留伫遮，互恁感觉我是来遮创空的啦。哎呦，班长生气啊啦，拢是我唔好啦，我无说你甲疼着，我都还袂该回失的咧。哎呦，风啊，无你的代志啦，迄个人哦，我熟悉熟悉到有村啊啦。伊哦，外口安尼舞到一百零趟，搁伫外口娶查某去互脏着，毋则会甲伊某离婚。啊，你放心啦，伊就是无愿意失去吼伊这好爷人囝婿的身份，毋则会答应老母来遮吼，甲大家斗相共。啊，若无好康，伊哪有可能来？甲你无关系啦。啊，毋过我毋相信吼，班长亲像你讲的迄款人啦。
哎，较早伊是安怎的人，我是唔知啦。啊，不过伊来了后吼，伊足认真的呢。我相信啦，我相信伊是真心咧照顾我的啦。哎，是啦，花花，我的个班长已经归归啦。啊，人总是改变的啦，对无？哎，个他在，哎，感情嘛真好啊。哎，嘛一直要表现大人才来看啊。不管是真心悔改啦，咱总是哦，哎，要少年人一个机会嘛。哎呦，水管呐、啊，我知影你这人做人真好啦。也唔过吼，有一挂人就是死性未改啦，你莫遐尔简单就相信伊啦。但伊所做的歹代志哦，我讲三更三暝都讲未完呢。我是哦，唔知道是好人啊歹人啦。唔过哦，伊教我写字哦，教我足认真啦。在你家己休困的时间哦，也来教我，这点哦是事实的。好，安尼稳当，你为什么好处，所以才会安尼做，对无？我只是哦，摕我无力无用的手机啊，给伊，迄嘛价值无偌侪钱啊。嘿，伊小姐，你较巧，你应该袂遐尔简单就相信伊啊吼。我也无遐尔简单要讲相信谁还是无相信谁啦。我只是感觉讲，人甲人相处是爱时间来熟悉啦。啊，若伊是即马吼。贾永俊哦，伊这款表现伫遮哦，我是感觉讲也袂歹啦。咱吼大家互相好好相处就好啦。是啦，我嘛是安尼心想啦，情事属性啦，人做伙哦，就是爱有迄个心意，啊嘛着爱互相信任嘛。啊，阮互伊心意，我相信伊嘛互阮心意啦。啊，莫安尼一开始，啊着对伊有啥物猜忌，我看安尼是唔好啦。嗯，对。我就是对伊有意见啦，啊，伊迄款人吼，我无可能遐尔简单就相信伊啦。哎，是讲唔要紧啦，即马有我踮在遮吼，我会替你吼，甲大家顾掉的，甲这个家顾掉的，我无可能互伊乌白来啦。来，喝茶。所以，大老板有什么指示啊？怎么？现在连我端到你面前的茶你都不敢喝了？不过也好，小心谨慎是好事。你这两次代表金星出马都铩羽而归，大老板对你非常的感冒，还有我盯着你，不要再为情误事，事不过三。如果再有第三次，你应该了解他的个性。雷姨，跟我为情误事，那是误会。我虽然爱柯威，也不过我感情跟康贵分得真清楚。那是因为柯威身份跟特殊，伊是华克集团的人，对大老板带有这款联想。不过事实上。华克集团对咱在台湾差旗啊是真有帮助的，但目前高克威在华克并没有实权，当家的还是他的伯父高进。高进跟大老板也算有点交情，所以对大老板来说，华克谁当家都没差，因为没有人敢不买他的账。关于这点，我有我自己的想法。高进是生意人，生意人。倒位有利益，伊就往倒位去。要不家己人就无共款啊。高科威因为你的催眠比我真好，我相信总有一天，伊一定爱着我，跟我结婚。我嘛会帮助伊变成华克集团的接班人。只要我能顺利变做高家的媳妇，我相信咱跟华克集团都不会因为利益而分开啊。你说的我都明白，只是怕大老板。没有耐心再等下去。他刚刚吩咐我，说你一次又一次被李嘉亮玩弄，这证明你的实力的确敌不过李嘉亮。所以他要我告诉你，他会找适当的时机亲自出手。他要你退下，不要再轻举妄动了。
我承认我这个心地，要不要对付李家亮那款人，对我来讲根本都不是多困难的事情。以后我的母寮我也不会找他讨回来，我能现在退缩不要紧，我自己打电话跟大老板解释。不要再浪费时间了，大老板会让我传话给你，就表示他现在不想直接的跟你接触，他的脾气你应该知道。第一，我的脾气你也是怎样的，我是不可能这样就放弃，所以我会跟柯威做会跟李家亮泡的，我会让组织重新信任我，认同我跟柯威，我也让大老板知道我是他实在的林海英。海英啊，你不要误会了，你我只是替大老板把话带到，至于你要怎么做我都会尊重，我只想提醒你不要再惹大老板不开心，否则到时候连我也帮不住你。你一定放心，我会在上短时间来和李家亮乖乖离世，我也让大老板重新对我信任。妈说她最近走路脚不爽快，我紧把握这个机会摕这胶原蛋白来给她友好一下，她若是欢喜没得脚，她就会愿意让永俊回来公会集团上班了。不好意思，常总哥在开会，请你在办公室稍等一下。等麻烦去哦，楼下餐厅替我买一杯现打的果汁啊，还有瑞士卷。不过我现在还有事情。有什么事比我这个长公主更重要啊？要是你认为说我会占你的便宜啊，那一百块给你啦，不需要走啊啦，进去买啦。你是在丢毒啥啊？叫你去就去啦。要是说你需要我妈亲身打电话给你，你才愿意去买啊。一百块够不够？还长公主。哦，目色真正有够歹，我就讲我是光辉集团的长公主，还跟我啰里啰嗦。喂喂，你哪里吃？大嫂，我是来找妈吃饭的啦。你若是有闲哦，嘛跟阮做伙去啊。唔免啦，我甲姐俩等下阁去电视台录影。是讲大嫂啊，我感觉哦，你的能力有够强的啦，我就配合你的呢。你看光辉集团哦，因为你啊，度过这么多难关啊。尤其是啊，大家去有迄李佳明骗去的时阵啊，干那你坚持到底，而且佮亲手佮伊的小鬼佮跳破，哇！你真正是好棒棒嘞！我以后一定要好好佮你学。我无遮厉害啦，若无其他代志，我先来走。等，大嫂。我即马伫咧购物台买物件啦，这是我咧买胶原蛋白，这是日本进口的哦，不止很给力，而且佮会保持你的美咧。这送你食。多谢。是讲大嫂啊，你真久无看到永俊啊吼！我跟你讲，伊即马规个人甲较早完全无共款呢。伊有认真的悔改，而且佫去遐老人院啊帮助遐个老人。你看，伊是毋是足有爱心呢？安尼真好啊！你嘛感觉伊足好个哦。伊伫遐哦，真正表现了足好个，遐个老人哦嘛足介意个呢。大嫂啊，我想讲永俊哦，伊真正是真心的悔改啊。既然他是真心的悔改，咱是不是要支持他一下？我相信永俊会把这正能量用在咱光辉集团，所以大嫂，你是不是可以让永俊再回来光辉集团上班？那不是我可以决定的。哎呦大嫂，你怎么这样说啊？你现在已经是光辉集团的台主了，那话水也简单，只要你肯定头，我相信没什么问题啦。
啊，不管怎讲，咱拢是一家伙啊！你若是愿意让伊回来，我相信永春一定会尽心尽力为着咱公会集团。我的权力无遐大啦，而且我认为公司的代志也是爱照规矩行。我去看人事。当然啦、啊，当然是爱照规矩行啦。啊，你若是无什么意见，等一下我会去请示阮妈啦。啊，若是无问题哦，我会叫迄人事部哦，赶紧发落落去。我认为这件代志也是大家个陈小姐啦。米干妈，你要来啊？我要回去无闲啊。嗯，等一下，我会叫伊去买物件。喂喂，你要来看阿姨，我无意见。啊，不过你若是有啥物需要，请你家己去买，别麻烦公司的员工替你做处理的代志。是安怎袂用的啊？伊是妈的秘书呢。因来上班是有证书爱无用的，你安尼去耽误着因做证书，以前你无用。即马是安怎哈？你调过伊伫秘书的面头前，互我歹看是？我唔是这个意思，我爱你怎样？员工是来公司上班的，唔是来互你拍牌做熟人的代志。拍牌又阁安怎哈？我只是互伊一个机会磨练，啊，亲像你啊。真正嘛是快递小妹，嘛是去让人咧画来画去。你今仔唔才有这个福气，会当嫁你来阮李家。奇怪，我安尼也是予伊福气呢。这是两回事，你莫乱做伙讲。什么叫做两回事啊？我感觉什么款的地位哦，就是爱做什么款的代志。我即马是长公主呢，伊只不过是一个秘书，我对伊咧画来画去是该安怎哈？安尼你莫当硬拗啊！我都会硬拗啊，迄明明就是吼。大亮，你到位啊？我即马随队。喂，这江江好是安怎哈？我为了我公所来做一仗，真正无给我藏在目睭内。不要紧啊，你就继续嚣掰啦，我一定会找一个机会教死你，让你知影我的厉害。有人在海边发现一具女性骨骸，就在您太太失踪的海边啊附近。现在监视人员等在采集可以证明死者行为的证据，请您赶紧来警察局协助指认。是你，敢真正是你？我不相信你还要离开我，我不相信。已经通知严巧玲的家属啊，麻烦你啊，若是有进一步结果，要随时给我通知。啊，多谢。张警官，郭先生，什么状况做？已经有初步的线索啊。郭先生，我问你，严巧玲右边肩膀刚有拍过钢钉？有。巧玲，她高中时阵，我是国小。就是你讲的所在。阿尼高先生，我请你要有心理准备。巧玲，他高中时阵。我是国小，就是你讲的所在。阿尼高先生，我请你要有心理准备，因为若是受伤的所在，甲恁太太同款，还佫连身材拢真像，我想真有可能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你是多好命。现在等鉴识报告一出来，就会让知影死者的身份了。高先生，你还小姐姐？
公企业单总合作，成功提到海港沉积案，甲迄块上重要的土地，又搁甲团门中老客林工的振兴集团拍甲真惨。林工会担心甲振兴集团有矛盾、有冲突。其实啊，心理上的震惊、心理上的矛盾，这拢不是重点啊。阮公会集团这样积极，想要争取到海港沉积投资案，就是希望讲。会当借用着民间企业对这个社会影响力来刺激台湾的经济发展，来增加着更多就业机会，甚至要创造新的台湾价值。我跟我的太太，我拢在台湾出世，我拢是台湾囡仔。其实我有一个希望，就是希望讲台湾会当更加好。我咱的囡仔活在后一代，我都咧更加好的环境来成长。当然，马六海港城并不是台湾上美丽的风景。多谢。李家良，你还叫你爸落海失踪，你煞跟你太太公开晒恩爱，在我的伤口上撒盐，这就是你讲的正面力量。今后，我会让你知影，是你最爱的人的痛苦。到时阵，看你的正面力量，我都救你无。高先生，这次报告出来，伊林卡林不是林太太。唔敢通知，我是听你妈讲才知影的。歹势啦，还有烦恼啊！我咪临时收到消息挂过来，所以袂有通知你啦。啊，迄个人不是小林啦。我家阵是小林，一切啊都是卡好啦。安尼就好啦，安尼就表示讲小林够叫我咧。无啦，拄只警察叫的时阵哦，无说哩，我一只卡车弄掉了，无代志啦。不讲无代志，拢闹火安尼，囝啊，我陪你来病院吼处理一下。哎，真正唔免啦，小看小娘。阿姨，我无代志要办啦，若无你自己无闲，看我就打电话你。好啦，看我，我再陪你看阿公。我若是你，我就好好珍惜即马甲你相爱人相处的日子，因为真紧，你就知影什么是痛彻心扉的感觉。今日的节目播出了后，社会大众更加同意跟咱们开发海港城的概念。先前出有舆论的支持，对咱以后开发计划嘛是有帮助。是啊，会当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和认同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不过，咱是爱较细腻啊。你看，这林海英直接开嘴讲要甲咱海港城来做合作，虽然讲咱拒绝啦，啊，不过伊的个性你嘛非常了解，非常爱较细腻的，一定够出招。嗯，我知。李太太。拍摄，敢唔当耽误一点仔时间？阮电视台要办一个爱心妇幼劝募铺满活动，啊，请你去玉鹏帮我们录一个爱心宣言。嗯，好啊，会当做公益嘛是真好的代志。老婆，我袂再去啦。唔免啦，你昨毋是讲要去买运动手表？你先去买，啊，我六点再卡互你，再过来载我。咱先买单过来。
带走啊？真好，所来就等我的指示。李家明这个墙头草，既然因为高进选择跟李家亮合作，这就表示讲高进存办要跟柯威跳报名。柯威有过重感情，但伊跟高进继续跳报名，佮需要我出一寡力。啊，若无，伊若是一直跟柯威成副兵，柯威花睡眠的代志，真紧得灭空。还是啊，我等下会过。行，你去看阿公。啊，等下柯威，有一句话我无方便第二摆以后再讲。是啥物代志啊？咱即摆甲李家亮势不两立，伊毋知用啥物方法去买树林大坪，再下咱买袂着李家明迄块地，啊，煞来。毋知影李家亮佮利用恁大坪啥物，出啥物奥步来破坏咱的计划。所以你的建议是，把恁大伯为华克集团总经理的位置让开，因为这帮华克集团是恁大伯在主导的，再让咱做代志在白卡白手，卡输让恁大伯在华克集团无影响力，咱李家亮就变无无啊。华克集团总经理职务是四年一聘。我大概任期也差不多要到。好，我听你的建议，我想办法卖我大概继续做总经理。高各位，你先恭喜啊！你竟然想要对付我爸，那不是我亲耳听到。我真正不敢相信，你什么时阵变来这么可怕？特强，柯威你怎么是不介意？你前前车柯威跟你阿公的右手，你必须要在三个月来看到李佳叶，才有法度跟你公平平心才办你的问题。要不过恁爸为着要维护你，利用李佳明来破坏阮中心跟你海港城这个计划，所以你怎么是不介意啊？林海英。你无教的我无要紧，不管你教伊啥，我拢会祝福你。但不过，你若是搁会记的，咱做个朋友，我拜托你，莫搁使人客话啊！我无希望，阮家安尼得来得去，失去好了。甲咱高家人的心，北做会迄个力量已经无去，咱是应该搁较团结。刚新甲阿公的心愿完成，是安怎你刷离婚愈来愈好？好啊，你莫搁讲啊，我们什么拢无了解。对，我今麦真正无法度了解你的想法。你若是想要做接班人。我会让你，拜托你卖个伤害国家。我不是为了要接班，我是因为跟阿公的约束。你对你家己爸爸根本无了解，你敢知啊？恁爸跟我牺牲华克集团利益，去摸李家明的大腿，陈全爸才会出手，敢替恁大哥说笑话吗？伊无资格领导华克集团。感情才是安尼。你敢真正是我熟悉迄个高克威？我熟悉的高克威，伊上爱的是使人平静、使人快乐的花草。伊无野心，伊善良，伊重感情，伊就是我带你学习的对象。告诉小刘哥弟，你这个被改变了，金毛。我只做我应该做的，德强，你若是坚持要插手，就卖怪我，卖动作。
我听我口渴，一定要做一个伤害国家的人，你就无资格去看阿公。高克强，你为什么不做去看阿公啊？我知啊，你跟爸两个人，一个是受尽办法，多少了我都发癫，另外一个要福建阿公做娘的，刚刚怕了。要准备驾驶华克集团收回一切，你就先来怕死掉。我留在那吗？高克强，你竟然出去看我！我就是来跟你拍好心机的。高克强，你现在创啥啦？看我有一个家人生，你不能让你的家大来感谢伊。搁再讲，恁大伯跟二伯的冲突，早晚是会发生的，这嘛是恁爸暗中在进行的代志。你无想要接受吗？爱接受。各位，咱来讲。哎，这个客位啊，越来越不是款。但老筋啊，但到我头壳顶来，个天就大。这是老鼠的儿子会打洞，这个高可为，以为跟陆逸瑶学了两步胆识跟谋略，不想跳出来当华克集团当家的，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哎，你们说的陆逸瑶都任由了高可为胡作非为吗？不好好管管自己了？哼，瞧您的代志了。这个有妖哦，伊家理亏了，所以啊，以前嘛，用紧点点，为着哦，要挽回因这后生的心嘛，目睭紧紧看我甲柯伟丽的小姐。哎，你说这高一也不管管吗？他的立场一向很中立，而且把咱家里的和谐放在首要位置上。陆雨瑶任由高柯伟造反。都这么漠视了，阿姨该无得嘞，无得嘞哈，也管袂行了。可恶啊！你那是敢在这个董事会，伊提议讲要把我这个总经理换掉，这下别也免三级，大家再来笑看卖啊嘞。克强啊，你现在总该认清事实了吧？这高克威现在已经摆明跟林海英结合，要来逗咱们大方。已经把炮筒转向你爸看到第一炮了，自家人啊都狠得下这心来，他已经不是以前的高可威了。哎，你们说这林海英是不是从哪儿学了什么妖术啊？怎么能把高可威好好的一个人变得这么爱争名夺利的？我现在真庆幸你当初没跟林海英在一块儿呢，否则今天遭殃的人就是你了。你现在身边有安雅，你就好好珍惜。至少安雅还有个正直的父亲，能教她明辨是非。阿姨，我跟安雅只是普通朋友。哎，你看你，哪段恋人不是从普通朋友做起来的？现在高克威已经跟林海英结合了，你还傻傻什么动作都不做？厉害厉害，何律师。哎，他有什么状况吗？哦，你讲有一个公证人愿意公布家己身份啊？好好，安尼安尼，是啊是啊是啊。阿公爸吼，愿意将华科的未来交这三个公证人。我相信阮爸爸对因一定足信任。阿婆，今日当拜托啊，何律师，甲这个公证人讲一下，看会当吼，暗示大家记者面咧。关于吼，这华科集团后一任总经理的这个代志，我想讲，请伊提供一寡意见。
哦，好，真麻烦你。你敢不管想做啊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用海龟都要你哪有算啥？往出来招条，本来就是一卡打底观察，一卡打底来理啊。江湖的代志哦，你唔办啦。你干嘛做歪理耶？好花路唔行，硬要打观察。我跟你讲哦，那是靠铁外靠你啊代志，让人送来病医，我就不爱救你，我直接给你爆死。敢对我动手的无几个呢？啊！若对我动过手的哦，迄种起来草啊，拢生啊比我较悬哦。真正是不想改。我看我今麦直接给你拍好戏，卡巴你上来病医的时阵，浪费医疗资源。好了，放手。哇！你做医生的脾气真会歹着。好了，讲起来哦，你是我救命恩人，你替我开刀，搁替我主动来找我报仇的人，算起来你救我两摆。啊，不是你哦，我早就无记啊。往这款人哦，都是有仇报仇，有恩报恩啊。啊，对你哦，上好的报答方式，就是哦，保护我的人身安全，平安食个百里，我来讲对。对，我讲的话有听进去就好。哦，最后我讲两句话要交代，就是你爱记的。话讲到这就好啊，意思够啦。那搁讲落去哦，我要讲再见了。啊，我才便宜呢。讲再见。我睡好了，好了，先安尼啦，来去啊，对啊。哎，我唔是要甲你讲再见，我是讲咱做人哦，要有恩必报，有仇不一定要报仇。啊，之前你是你的人，你就放伊耍，那么冤冤相报何时了，对吧？有人在停车场等你。奇怪，不是说有人在停车场等我？还好啦，是讲这台车的车头架这个彩球，这叫高速。赵医师，这叫火彩头，人新车拢蛮爱夹啊呢。这台车吼是拄啊位外国进入来呢，你看伊还佫挂临时牌伫个，啊不过我头拄啊大灯袂记禁啦，今晚煞叫无电去。啊，是讲要麻烦你哦，去家属做遐，啊，我咧头前只瓦顶，啊，我若讲好，你就替我发动。你专工叫我来，就是为着要替你发车。啊，你唔是做一个少年嘞，是安怎安怎做这种代志啊？唔是啦，唔是安尼啦，我是咧烦恼阮遐少年的哦，若早起甲阮大个斗，阮大个若知影讲。我甲车过了无好势，我连咪就叫骂个臭头啊！拜托的啦，你先上车啦，拜托的啦。好啦。
拄只伫咧楼顶，才拄上一处伊呢。王老大，我咧讲话你有咧听无？李刘医生，我上电话机啊，这是感谢你给我两百名的礼物。慈善活动爱心宣言，你在干不活啦？李先生，我无看到夫人呢，而且爱心宣言已经录完啦。录完啦？无可能啊！一录完，我应该较大。今日当晚你听我确定一下。因确实是已经收工啊，无唔对啊。而且伊的镜片嘛已经拢拆掉啊。啊，若无，我甲你问看卖遐工作人员。我叫麻烦你。啊，多谢多谢，辛苦。
就是拄只负责罗爱心宣言的工作人员。哎，你先吃。哎，夫人早就罗安离开了呢。我知啦，我来查到我已经打电话给我，辛苦你了。我来就好了。去停车场看过呀，一台新车真正足水的呢。天信，哦，这很大嘴，以后有代志要跟你讲啊。哎呦，学姐，你妈那讲啊，好东西要跟好姐妹分享啊。人送我这种物件，我嘛感觉真困扰，好不好？你有钱嘛，唔想在乌白开。啊，我唔是叫你替我调带青春的资料，你调出来未？哎，我独家跟小丽分享那台好车，没给你啊！好，我今晚查，我今晚查，赶紧查！这台车一定是戴青青送我，我赶紧找到伊，甲查行李。啊，查到啊！学姐来看，请等我一会。伊个电话那是空号，这几样都无奇怪啊。戴青生是黑社会老大，伊无可能安尼随便留资料啊。啊，有可能段爷资料嘛是假的。啊，你这台车是要哪处理啊？学姐，厉害喂，会当送我啊？对啊对啊，我冇买。你能卖乱呐？这种礼物那张乌白收，上收就上麻烦。学姐，我你收拾就要看一下，听讲用高级轿车的收拾，做个精精致，就我平胖一个啊。哎呦，拜托啦！拜托拜托。好啦。放心啦，一切拢照计划在行。这届哦，我一定要让遐看不起我的人得到一个大喜。就先安尼。啊！你今仔日心情哪会这么好，想要请我饮酒？当然是有欢喜的代志，唔才找你来庆祝的。而且啊，我该感谢你顶下跟我斗三工，无来演戏的。无你是中乐透哦！看你笑到安尼，你嘴角强要到这。无啦，你嘛知影我今嘛是销售天后呢，我最近的业绩真正足好诶。长公主就是长公主啦，只要我一出手哦，无人会当跟我比啦。你加上最近阮永俊哦，去我驾驶过，伊即马变得足乖足安分嘞，这你冇功劳嘞。来，我倒酒给你啉。那干杯。啉较慢的啊。等下你若酒醉哦，我是无可能送你回去的。哎哟，饮酒就是爱欢喜，管我这是要创啥？放心啦，等下我若是饮酒醉哦，我家己会坐客人车回去啦。子康同学，我真正足感谢你跟我斗三工。虽然讲哦，叫你做歹人，我有淡薄歹势。啊，不过后来我想想诶，其实这对你来讲足简单诶。做歹人哦，你应该习惯习惯习啊，熟能生巧啊。对喂。
我今麦就当作你是啉酒醉啊，唔跟你计较。以后哦，我不准你讲那讲。哎呦，啉酒嘛，哪有这么严肃啊？我真正是为着那感谢你才找你出来的，你莫想去别的所在哦。嗯，看起来你是真正足欢喜的啦。身为你的好同学，我赶快要甲你提醒。十波人的头家有头一届，就第二届、第三届。领导贾永俊，头家遐尼侪届啊，伊到底是虾米款的人？你家己真清楚。我当然知影贾永俊是虾米款的人，我讲话唔敢叫遮尼大声哈。搁再讲啊，我人遮尼好，遮尼啊水着，永俊哪有可能去介意别人啊？今仔下晡我去做脸的时阵哦，人家小姐去讲哦，我保养甲袂输十八岁同款。十八岁？嗯嗯。对喂，你嘛较拜托的，拢几岁啊？我底下装少女哦。哦，好啦，可能你够有少女心啦。啊，看你挂这发箍，是讲你都已经食到这岁数啊。啊，你若是够改做你是少女，啊，你真正会惊死人。这就时尚了，好不好？刚刚一个发箍对人看到人的心，你若是真正这高，你是安怎不爱去做算命，去给人替人看面相哈？我跟你讲，现在这个发箍当个流行呢，这叫做公主风，会话这长公主的新婚嘟嘟啊好。你唔卖了，卖底下假搞了。现在流行公主风，嗯哼，啊我都唔知。人讲的流行是讲有真侪人拢真介意、真认同、真了解啊！你家己欢喜就好。啊，不安尼啊，咱即马凊彩哦，找一个酒吧的人起来问啦。我家己讲，伊一定讲伊较欣赏啦，认为哦，我家己较水，我较美丽。啊，你阁真有自信的哦。你敢有看到迄个阿多啊？小叔啊，等一下咱做伙过去，看伊甲谁搭讪。帅哥你好，请问你会说中文吗？一点点。太好了，是这样啦，我跟我朋友想跟你喝一杯啦。等一下，我们两个你只能选择一个哦。你觉得我跟我姐姐谁比较年轻，谁比较漂亮？对，这个我姐姐，咱两个人是同年岁。我在讲，我的皮肤比你搁较好，看起来比你搁较少。你是丢去啥啦？帅哥一个也算，我相信你的判断。帅哥，我相信你是有眼光的哦。我觉得你很漂亮，是美女哦，气质也很好，很像明星。来来来来。是我的目睭夜障太重了，不然才会看到这个假象。啊，如果没这个阿斗，哪有可能选杜威威，没要选我？我哪感觉这个阿斗这么明显？敢会是之前新闻报道那个国际窃盗犯？我敢有记不住？Thank you.
少爷，你那真沉重气，不是跟你讲过啊？怎么你也报警？你心内将将好，就会出大事。今嘛随你开警察局，赶紧回去，乖乖听我指示。哦，刚刚伊在监视我，你哪有可能知道我在警察局？你到底有什么方式来监视我？嘉亮，嘿，嘉亮，还是在想啥啦？王星，王星，你有什么重要的代志要跟我讲？什么代志啊？好啦，啊，拄好接到公司哦，公司的警讯啦，我咧想讲啥。好，无代志就好。啊，你要跟我讲啥？无啦，他拄好经过恁叫话，想讲你来拍车就好个。好啦，多谢你的关心。下班了，嗯，好，下班继续回，我麦当回去干。哎，不是，嘉亮，那你这赶紧就要走，根本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张警官，我没事，什么代志？我要报案。代志就是安尼。那有可能有人会讲杜薇薇是美女，佮讲伊甲明星生了就像的，这阿斗啊一定是诈骗集团。后来我发现，这阿斗啊佮近前新闻报道迄个国际窃盗案的同伙人生了就像的，包括伫报纸看过伊的相片，我确定一定是。所以你是虾米时阵拄着这阿斗啊？一点钟近前伫酒吧内底，我想伊即摆人佫伫遐，啊你要去抓人无？那先呢？杜伟伟敢有受伤，或者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我，哎呀，我跟你讲啦，参像这种诈骗哦，一步一步来的，等到真正出代志的时阵就白付啊。搁再讲，参像这种国际罪犯，你若真正抓到，也算是大功一件啊。王小姐，你这样根本不构成任何报案的条件，而且没有犯罪事证，更加无受害者。你安尼，我要安怎甲你斗三工？你浪费我下班时间不要紧啦，啊，不过我的同事已经无用啦。你安尼嘛是算是浪费警方的资源，你敢知影？什么浪费警方的资源？迄、那个阿斗啊，讲话这么奇怪，我保证伊绝对有问题。我即马就先来备案啊，就算这个备案未当成立，安尼我嘛算是甲代志甲你讲啊。到时若真正出代志，你嘛算是我的证人啦、啊。啊，若是到时有破案奖金。会记得哦，你一定要跟我分红。好了，秦浩，他叫你走，有什么状况，随时跟我汇报。阿哥，爱记，这影响到我未来接班计划，所以我说你，千万别让另外人发现讲。小的不要出去玩。原来你是家哦，哦，那你买一个饮料要遐久啦？行啦，甲你公证人去面时间到啊，咱紧过。较袂吼，恁大伯搁伫遐闭鬼闭怪。别紧张啦，有何律师在的，伊无可能会变去变怪。想讲恁大伯嘛，真正就少年诶。既然爱何律师，偷偷想约公证人见面，啊，毋过好佳哉讲何律师是公正的人，嘛通知你甲姚姨。啊，若无伊后壁变啥物样，那根本就毋知影。放心啦，我绝对袂有这种代志发生诶。啊，姚姨咧，伊来参加无？会啦，我嘛袂来参加，啊，毋过。有个特别交代，任何代志拢以华客利益为重，所以我专门打电话爸妈。姚姨应该是烦恼讲，伊若出面，会乎恁大姆哦，阁有话通讲啊。即马大房已经向恁全面宣战啊，你是二房的代表，一定要替二房争一口气。这当然知影啦，总经理只有一个，所以。我一定跟大伯拼一个输赢，这个代志，才有可能被扫。
我一定要王大伯输到心服口服。要不过阿公找伊工作人员，一个比一个较神。你知影这头一个愿意狠心的工作人员是啥？我咧想，应该嘛是有头尾。阿姨，别想阿济啦，不管是啥，我一定让伊站在我这边。你刚刚真意外，想到何律师同弟恁来，同弟阮来。阿姨，老伯，阮爸人咧国外啦，阿妈这段时间哦，拢咧照顾阿公，所以我是代表阮爸妈来关心的。顺续甲阿公委托的第一个公证人拍一下就好。阿兰无人误会，阮弟房拢无发表意见，安尼也无好啦。各位啊，看来准备好啊，要甲你这个阿伯开诊吼。老伯，我真正是不得已，你唔肯支持我，采取海港城 BOT 标案的准度数，阿唔过竟然。在背后动脚手，让我计划失败，这根本是人无害虎心，无有伤人意。话不要说那么冠冕堂皇的，做生意来就各凭本事。你买不到李家明的地，威胁不了李家亮，你就回来指责你的家人不听你，把他干丢。你以为你把你大伯斗下来之后，就能拿华克集团资源对下李家亮？你可别忘了，人家光辉集团手里面是扎扎实实捏着海港城案子，你凭什么跟人家斗？到头来出了什么乱子，你不是拿华克去陪葬吗？阿姆，别我看见啊，你跟我这是冠冕堂皇。今天你想想，顾顾公为了华克集团好，啊，那真正是安尼，向来主导，那有什么差别？我管你根本就是私心，要有克强来做华克的接班人，再来你用心计较，处处在针对客户。连第一公证人狠心的时阵，你嘛无怕算，要甲各位讲。老讲话啦，这噪音老讲，但是你想看卖？昨天大多阿姊白到今嘛，佮讲阿娘侪废话，我讲甲你讲出。就是啊，还有林海英，我没听错吧？你刚刚对我的称呼好像用错了，你叫我阿木，听起来好像是高家的媳妇一样。据我所知，克威的媳妇巧玲才是啊。对客户安尼给你叫，这是礼貌。阿你了有通听来讲？阿你之前我对客强叫你阿姨的时阵，我哪唔爱听你讲安怎？你，海英，这是阮大哥来说，请你卖个杂嘴啊。各位，我希望你。做最后决定之前，想好清楚。阿公一直无甲华克的股份做分配，就是希望咱一家伙也会当共心。即马跟阮爸陈总经理一个位，咱一个家真正会互你弄甲弄个煞脱。克强，既然做总经理，这个家就弄个煞脱。
但是为了光阴关系，我跟公爷约束，我的计划顺利进行。老实讲，这位置我一点兴趣拢无。讲到秘书官，足侪人甲你勉强，家己足委屈的。下生好惊就要后悔，何谓？你即卖心哦，连哥哥哈都甲你落，比天甲大，老爸，多谢你的驾驶。但我你放心，以后我用如履薄冰的心，我做代志一定更加小心，我提醒你。各位，老会长委托的第一个公证人已经到。先自我介绍，我叫做吕庆斌，是交通部会长的望远之交。我是伫美国驻外时阵，甲会长熟识。即届接到胡律师的通知，老实讲，我是失败，因为这表示是会长的身体出状况啊。第一阵会长对我的叫望了后，我有代志，先去了解恁的情形。我知影即马是二房高特威，要甲大房高进争取总经理的位置。恁下暗找我来，应该嘛是想要听我的意见吼。刘先生，你好，你讲了无对啦。阮这个孙仔高特威啊，伊是要完成家己的目标。想讲吼，我这个大队就是伊绊脚石。你想讲要为我这总经理的位甲扭落去，但是我是一个人，伊为着私利无顾着代表，上过钱，无够财。我认为讲为了华国集团的未来，你绝对无资格坐总经理这个位。余先生，我想我讲阿公有所，你应知影。既然我讲，万一甲金星集团、甲华个集团结盟，刚好合咯，这个表示我讲对我真有信心。我今这计划我是真有把握啦，假使会当顺利进行，我相信绝对能替华个集团带来真正的利润。俺讲大伯一定肯信任我，所以我也想要甲伊争取总经理这职务。袁先生，请你一定要支持我。看起来恁两方面都有家己的立场啦。而且短时间内，我嘛无方便做任何的评论。啊，关系要支持什么人做总经理，我必须要阁做一寡功课来去了解。请您给我两天的时间。到时阵，我自然做出我的决定。好，阮绝对尊重你的决定。李先生，我嘛是。另外，我说，请你赶紧想办法联络其他那两位公证人，看因是不是愿意出面。也若无，敢若我一个，也无任何的法律效力。没问题。各位，秋大盘起，
这是会长早就算准准一定会发生的代志，只是应该想不到这天会来到这么紧。身为的朋友，我敢会当希望恁两爿，不管恁的立场有偌无同款，恁千万唔通袂记，恁拢是国家的子孙，这嘛是会长所愿望的。好啊，各位，安尼我先来走。老妹，那你我嘛先来走。什么大难临头啊？什么意思？这个吕庆斌不就是安雅的爸爸吗？安雅喜欢我们家克强，那个吕庆斌不挺我们也难呢。多谢你拄只，好把咱的关系讲出来。我的选择安排是无想要代志变复杂。除了我查某囝安雅，家己的姐妹小弟克强、头前以外，小妹最近的身体无好，我嘛无想要甲牵涉入来，更加无想要伊烦恼。我了解阿姐为难，我嘛要多谢阿姐，真疼惜我妈。阿姐。其实我跟你同款，我无希望因为我的关系影响你的判断。这应该是一场真公平的竞争，安尼我明你最后结果才会心虚。我用自己的实力证明王大伯看，我要让伊知影，我不是陈志宇所讲的为了私利无顾大局的人。安尼真好啦，我相信最后。我绝对当爹地，在你那白中做出上佳正确的选择。阿姐，最近客位较无闲，就是你照顾叔叔阿姨。等伊哦身体较好诶，咱两个人做去食饭啊。小姐，真实诶吼，我身为公证人，即嘛身份真敏感。伫还未正式表态要支持倒一边以前，可能无适合甲客位，也是较紧。私底下接触，恁若是有时间，会当去陪小君食饭开讲，我真感谢你。阿姐，我了解了，我一定会。阿强来找，阿姐送给啊。你想要替我做人情啦，不过阿姐做代志哦，伊用真有规矩，我无希望让伊感觉咱关系苏俊妈妈受不得。杨哥开始会让苏俊阿姨在伊面头前替伊讲好话，可以继续晒你，安尼咱们清楚阿姐的信任就更加简单啦。不过苏俊妈妈即马身体无好，我无希望替这种代志麻烦伊，而且哦，若是我妈知影。我讲大伯跳包皮，一定是烦恼的。也唔过，咱做每样什么代志拢无做啊。阿姨，你放心啦，我有自信，会用其他的方式，争取阿姐的支持。好啦，既然安尼讲，我就袂变叫你啊。哎，我送你转去吧。袂啦，我家己坐车转去就好啊。然后替你坐车。想到事情进展这么顺利，第一位公证人居然是李雅雅的父亲，他应该知道安雅喜欢我们家克强吧。
那他就应该看到安雅的面子上，挺克强的。阿姨，我只是跟安雅当作我的小妹，你别想太多啊。咱是正当去清楚安雅爸爸的行动啊。讲到你这个囡仔，这嘛就是讲啥话？你跟安雅交情真好，这熟悉吧？正常老爸啊，加减啊听查某囝的话，这足正当的呀。即马是恁阿姨也是我，叫你去甲阿爷强来，较危险，有无？不好嘛。所以讲，你这个囡仔，我那生个吼，头脑吼顶壳壳，拢袂变强。那是因为恁拢无了解阿爷伊爸爸的个性，伊迄个人是非黑白分得清清楚楚。唔是两句话讲会叮当的，而且您敢知影？柯威星星妈妈跟安雅爸爸的关系，淑君阿姨是吕庆斌的太太，因两个结婚啦。算起来，柯威爱叫伊一声后姐。朋友小敏，你是说萧淑君的先生是吕庆斌？啊，不过您当下嘛看到啊，柯威甲吕庆斌拢无提起因的关系，您就应该知影，吕庆斌这个人无介意去牵拖人情，你若是想要利用安雅去攻击，恐惊有反效果。柯强讲的，并无道理，那就各凭本事。爸。我希望你跟柯威可以是君子之争啊！不管最后谁做总经理，尽量别去伤到一家人的感情啦。有我的代志，我就先回去。想到这个柯威，跟你肯定。有一定的关系，是真正输在头一步啊！莫怪哦，头拄啊靠位啊，可能就是惊这个萧淑君怀心危难，才顺这个吕庆斌有个突破。哎呀，我今嘛在惊，惊这个海英哦。你利用这段的关系，撬开李庆斌。他们有他们的关系，我们有我们的门路啊。贺强脸皮子薄，那我暗中去跟安雅讲，那父亲一定挺我。今晚最后安排啊，安雅一边啊，你去处理这里。总是感觉这件大事不那么简单。敢讲我认真的女人最美丽，这句话哦，真正讲了真对。你哪会这时阵来啊？我们打烊啊呢，想要点咖啡哦，拄好交。妈，我是专工来找你的，啊，无人客上好啊，我就当跟你加讲几句话。哼，这么高奶奶哦，要跟我讲话简单呐、啊。等我休困的时阵哦，你再陪我来去逛街看电影。这有什么问题啦？妈，你这阵啊，要找病院过来顾掉，你身体敢会堪的？放心啦，我送病院哦，拢倒伫个眠床，我爱叮当啊。人咧讲哦。活动活动，要活就要动。我电脑有咧叮当，较有精神。而且我即马食的物件冇注意啊，我上爱啉的咖啡、甲茶，我拢唔敢啉啊。我即马哦来遮替人客煮咖啡，啊顺便偏芳。
买当解馋，这是黄奕的代志，袂忝啦。嗯，好啦，看妈这么有精神哦，我就放心啦。是讲妈，你敢有乖乖照时间去北部倒啊？有、哦，我足乖诶。你照三顿哦，打电话来提醒，我哪会敢唔去啊？各位，阿里杜家刚有看到林阿姐，讲了有顺利无？有啦，见了面啦。听阿公哦，为头阿姐做公亲啦。妈，我一定好好表现，要写你的面子的。我相信我的后生，妈妈会替你加油。够讲话啦，咖啡都放唔掉啦，今咖啡啉起来特别酸嘞。酸？嗯。妈妈，高可威。好啦，该讲酸笑的啦。哈哈，装可爱哈。好啉。可威讲，你未有小军，夹着我个也中派做人。真正是讲会教做会教，这么小心用的囡仔，正经真难得。江河也黑了，国内继续等落去哦，我真正气笑。你比丘尼是从啥？上坡。真正有够水诶！对啊，啊，不过奈感觉倒位怪怪啊！啊，一定是这个小阿秋，真正有够爽。你看，安尼就好啊，完全分配。学姐，满探律师今麦无闲，阿文开车出去踅踅，感受一下这台车的性能，你感觉啥款？啊，不过学姐有交代过，不准我开这台车，而且这台车阁是临时车牌，无保险呐。啊，发生什么意外，咱两个赔不起。啊，无安尼好啊，咱伫停车场坐一人就好。开了，哦，当然嘛好开。
这油门踏落去的感觉实在是……安怎安怎？什么感觉？哦，实在是袂晓讲啦。平常时开国产车的人，一定无法度了解这种感觉。哎呦，娃娃开啦！卖啦，卖吵啦！哎呦，拜托一下啦！卖乱啦！你是要倒好啊，好不？好啦，稍等的啦。哎呦，较紧的啦。你乖，卖吵。时间，你给我讲个清楚，车内变干嘞。学姐，你莫生气啦，我会叫修车厂把车扛去修理，阮两个负责，对不？对啊对啊，吕医师，你莫生气啦。好啦，紧把车提去修理，要拖伤久哦，这车是要行人，就麻烦，知影无？我今麦要去病院看阿姨说有这个状况，无时间跟你讲这么多，那无我定甲恁两个啊，好客滴水。哎呦，我知呀。小姐，病院到了。阿丽，虽然讲你今麦无法度伫个健身房做代志，要唔过至少我让你全身而退。以后你要对我身无变化。韩小姐，多谢你，伫这时阵阁愿意给我这机会，多谢。多谢。大家都好，大家都得力。你想要创啥？啊，就最近我手头有干啊，想讲甲你周转一下，十万多好啊。我想哪给你钱啊？顶个应该给你，我拢给你啊，我无欠你。你安尼讲话就伤生分啊啦！你先借我这条嘛，啊以后你若是有需要我斗三工的时阵，我嘛会听你啊，对不？想要跟韩小姐做朋友。是。你。别再来找我，我不是你领的去。介意这种人，不敢在因两个最后无做伙。贝
拄只报告看起来，你胃情也袂歹。像这摊位的病人无简单。我会继续照医生的话去做。你等下稍等一下，我等下出来去透析试试肾。阿姨，阿姨，你来啊！我有找几罐营养品来看伊啦，听讲这对尿毒症患者真有帮助。多谢你哦。柯威，那无甲你做伙来？柯威咧无用公司啦，也毋过我知影讲伊也是足关心阿姨的，所以我就家己注意去来看伊啦，然后再甲伊的状况甲伊讲，可以安心处理华科集团。哦，你费心嘛？之前柯威不是讲，干那想要好好经营花店，那会搁走转去管华客集团的业务？一直住伫一间小小的花店，对柯威来讲啊，真正足无彩。阿姨，你敢无希望讲柯威较有企图心诶，变好好替未来铺路？我一个做妈妈，拢希望家己的囝儿比别人较优秀。不过，柯威改变太大，我没关系。柯威不是改变，伊是想通啊。对阿姨，你应该替伊欢喜才对啊。柯威即马想要争取华客集团总经理这个位置，这是上有机会继承整个华客集团。你敢不是阿姨当初甘愿忍受母仔囝分开，我要甲柯威交予姚姨的原因？今麦会用决定柯威是毋是会用做华客集团总经理的公证人之一，这是李署长。希望阿姨伫署长面头前替柯威讲一寡好话，互伊知影讲柯威的优点。我相信署长伊会做出正确的决定。我相信柯威的能力，庆斌嘛一定会看到柯威的优点，无需要我专工讲。这件代志。我不方便插嘴，这样喔，才不让柯威反攻他那位。也不过，不要说安静。你在跟我阿姨讲到柯威的事情，你是要怎么休困啊？你是吕安雅小姐齁？我之前有听柯强讲，伊的学妹回来啊，表扬大名哦。你别这么搞勒索，你跟柯强是好朋友，算起来，咱马上就熟识。是讲云哥甲要找总经理迄事的代志，应该无需要外人来帮忙清楚。啊，伊在阮阿姨面头前当说客，啊，高客威伊看怎样？是我家己要来，客威并无爱我来，所以请你莫误会，我是代替客威来关心阿姨的身体，就煞讲着。咁安尼，啊，不过我看起来，伊就是专工来讲这件代志。我想柯威哦，伊会家己决定要安怎做。伊伫个花店会当得到平静，可以家己去沉淀，想清楚未来的路要安怎行。这是任何人拢袂当替伊决定的。也毋过柯威即马对花店已经无兴趣安尼，卡输会用的，我买口肯伊甲花店收收的，卡免闹困在一间小小的花店。我要多发挥野雄心壮志。哟，一个女人在那边替男人安排前程，那演哪一出啊？而皇帝还是武则天呢？一个傀儡皇帝在那边说什么雄心壮志，太搞笑了吧？阿姨。我只是提供一寡意见，那有这么严重吗？那感情好，那我们也讨论讨论，柯威跟高进到底谁更适合当总经理？让我跟安雅跟淑君也说说高进的好处啊，这才公平。啊，那个你刚刚说完了吧？轮到我发言了。我只是在跟淑君阿姨开讲，你要讲啥，我无资格干涉。不过杜家安雅讲，朱君阿姨需要休困啊，安尼我就无交了啊。朱君阿姨，
以后我又困，我买继续找看卖万盛的管道不？你若较早好起来，可威就会较早放心。淑君啊，你还好吧？我刚好在附近办事，听阿雅说要来看你，我就顺道跟过来了。我拢有叫医生来欢呼治疗，无代志啦，多谢你。都弄到换肾了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可我也真是的，不来看你就算了，这么的林凯英跑到病床边游说，太不像话了。你误会啊啦，可我哦一直拢就关心我的。我想可我嘛唔知影海英会来讲这，你应该拢是海英家己的意思。以前柯威对华克集团的事业无兴趣，啊，不过伊即马改变足大，敢是因为巧玲的代志，而伊变成安尼。我是了烦恼柯威精神状况。人在失去之心的时候，都是会六神无主的，这个时候就最容易让人趁虚而入的状态。那个林凯英自己身份曝光了，为了一身的案子没搞头了，还借着柯威的光环到处卖弄的。我想柯威应该也很无奈吧，你就不要管那林凯英说什么了，反正这事情你跟安雅也都不好说什么，只要男人管就好了，我们女人家的不开口就好。这个事情哦，我本来都不想要插手管了，将来讲哦，拢赶快。我马内修，看你状态还不错，那就好好休息了，我就先走了。安雅，老给阿姨照顾一下。嗯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阿姨再见。只要淑君不替柯威当说客就好了。林海英也太不聪明了。还以为自己是老 K， 话说出口了就要人照办。教练，我明仔开始刚弄了好几个戏。伊唔知虾米时阵，伫阮大兄车顶撞正红摄影机，一直咧监视伊的一举一动。教练完成达刚的任务，我就要发起讯息。祝你将将好，不管。上大线索就是迄个人阿妈过年有一个足大的问题。有这查甫，不是你。林海英最近动作较侪，参像伊这种人，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，才明知道林海英的黑手，深入华科集团。我的新要求，将将好，付出代价。阿文家在想弄啦，阿娘冤枉我。是一个护理人员使用不当的点滴替夫人堵塞。阿爷娘，休息掉。以前买不要提你性命过生去，你是关键。刚才有高客威给他靠婚，他说讲淑君阿姨好花话嘞，看到伊上疼惜的高客威有出团，这是什么？你我考虑，我等你答。今天的礼物是用这台车后车厢内面会有什么物件？去，查理啊！按照对方的意思，我先交代礼物啊，等你讲。我现在被他是给你送了。